斯拉前机舱的百宝箱你们都知道吗？专门用来收集落叶跟一些物的，很容易顺着排水进入机舱内部，每次都要打开盖板一点点弄出来，而且时间长了会腐烂产生异味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全新升级的前机舱防堵罩，安装也非常简单，对准位置卡进去就好。安装好后，即使是下雨落叶也无法顺着流水进入机舱内，日常清理也更方便，有需要的小伙伴左下角安排起来吧。